当我的女儿开始窥探这个世界，我会竭尽全力地去把那些肮脏的、丑陋的、冷酷的挡在她的视线之外。我想让她去保持一颗单纯和善良的内心。那她作为一个孩子，她可以做到的是不会去欺负那些不会言语的小动物。而我们大人呢，我们做的可能是不要去购买诸如像象牙那样的野生动物身上的东西。